不得了啊，这么大的鱼哦！这块田很大，6亩多。我跟我堂哥两个人放了25斤鱼下去，80多条，平均都2两多一条。现在看，放进去2个月，捞起来有多大了？这个鱼很肥呀、你别干嘛的毛嘿，也好吃了。不得了啊！这么大的鱼哦，开始捞了。哎，很大了，大的还是有1斤多。这个88条鱼估计也少了很多。大的1斤多了。这个鱼很肥呀、啊，跟鲫鱼一样，一点点长啊。撒了一桶啊，数下看撒了多少条哦。这里面还有这么多。放的挺远的，搞死它。都那个多少的了，被鸟夹死的了。还有一条，抓了2桶，没了。那我把篮子拿上，你把鱼提上去。肥大了，才这么一点鱼啊。